唧唧的，这上个厕所上来呢。可不是啊，你这会儿上两回了。说谁呢？我的，喝两瓶酒就这样。喝酒磨呀！哎，再整点不？整不动。啊？整不动了。剩俩了，干了得了呗。不整了，其实喝没少喝。那你完蛋吧你是？哎呀，那买单吧你。买呗。谁呀？你买吗？小龙，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我可没揣钱今天。你别闹，我也没揣。不是你这人，我发现怎么事？你请人吃饭完你不揣钱呢？行行行，有点废话，咱俩谁也没带钱，一会儿吃完饭咋办吧？咋不咋办呢？就你跟龙哥出来，你怕啥呀？我上哪吃饭还花过钱吗？喝酒花钱，吃点烤串，我上他这吃的就给他面子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哎呦我天！老板叫出来。活牙子烤串满意吗？吃怎么样？吃？哎，那什么？哎，老板。哎，咱得说给你这吃点饭啥的，喝两瓶啤酒，还花钱呢。大哥，你说咱这小本生意，你说您差这两个钱吗？听过龙哥没？龙哥，我耳熟。那还花钱吗？你说咱这都小本生意。你说都一串串挣的钱，你说烤猪头来一个不？烤猪头，你说咱挣不多少钱？但是我这人一般情况下上哪儿吃饭该给钱给钱，不但给钱咱得多给，知道不？多给给钱大伙，多给行不行？吃好了呢，咱就买单；没吃好，我再跟您再上点什么。那你先忙吧。好，有事你喊我啊。还比划啥呀？老装啥呀？还拿个小刀搁那抠，没看人家拿的吗？比你大多少？我跟你说，你到哪以后就别老装了，知道不？这还带个链子，搁这装啥呀？这轻点，你整掉色了呢。不，我平时我就一比划就好使，谁知道老板比我猛？我就告诉你，你这是遇到茬子了，知道不？那有招，你有招，你想？想就想。带电话没？带了，咋的？电话给我。你没带啊？拿来得了，废话呢。吃饭不带钱不带电话，你这人我这、哎、密码96144。这啥密码呢？这是我用的挺顺的。饭。喂，我说小区保安吗？我们业主花钱雇你们白吃饭的，是不是啊？咱小区是文明小区不？是环保小区不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来一烤羊肉串的，整的冒烟咕咚的，你们管不管？啊，行，哎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嗯。哎呦我天哪，太狠了，大爽子！有我！哎呦我的，这阴招你都能使出来，厉害啊！这一会儿保安一来，小摊儿给他一收，那还给啥钱了？我还得罚他钱呢，我告诉你，这招狠。哎呀，狠啥呀？人家说了，现在忙任务呢，啥时候来不一定。那就是没好使呗，是吧？你这两下子还不如我呢，就吱吧瞧瞧能的。那你想？小招不有的是，着啥急呀？我的天！哎呦我，你吓着我！来招了啊、哦！来招了。啥呀？呀，叫着。老板，哎，来了，是怎么样？那什么，咱说话归说话哦，就是尽量就把武器啥的就往边上放一放，是吧？对，不用动刀动枪。我那啥也没带，我那得后边切土豆片呢。
来来来，老板你来啊、哦，来来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我就告诉你啊，我就把这玩意儿拿到防疫站，不仅我这顿饭我不花钱，还得罚你钱，知道不？罚完了。知道不？啊、嗯。看见没？这啥玩意儿？黢黑的。解决一下呗，瞅啥呀？怎么处理吧这事儿？今儿呢，我们上药店搞活动，烤一送一。这个忘放孜然了是吧？你要不爱吃，我就不给你上了。这是属于高蛋白的小虫虫。你要乐吃素，一会儿给你来点素的啊！我给你烤点素的，没烤点素的。太生性了。那你给他干啥呀？谁寻思他能吃这玩意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招最好使，完你还给他了，太生性了，咽下去，这啥玩意儿？哎我天，这咋整啊？整不好，咱俩今天得栽这儿，我跟你。那不怨你吗？栽不栽的呢？我这招挺好的。哎，龙，我现在有一个招。啊。咱俩假装喝多，然后咱俩就干起来。这一打，噼里扑隆的，肯定影响他生意。老板一出来一看，是不是得把咱俩撵跑？你干不干？你那玩意儿，你干不干？干怎么的？这干干不干的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是不是真好干呢？哎呀妈！挠谁？哎呀，挠你信不信？哎呀，师傅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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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把你弄来的，我都告诉你啊，说说好，这你家老娘们那招不好使，是不是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快出来啊！老板，老板，干起来了！老板。生意了，快点的，快撵他跑吧！快点，老妹儿，老妹儿，你猜他俩谁能赢？这咋是盯上芭蕾呀、啊？这是啊！快撵走啊！快点啊！影响你做生意。哎呀，这俩照的，你说你俩这玩的啥活啊？这是，你俩吧，该吃吃，该玩玩，该闹闹。你说你这是整啥呢？你说呀，这噼里啪啦的，你说，哎呀，你这。哎呀，你说你像你看猪啊走，你看串儿，哎呀，拍下我的串儿，哎呀，不行，你俩走吧，没事，这串儿不怎么埋的，撸吧撸吧一样吃啊。哎，太吓人了。完了，没好使啊。仨他也没好使。还带锁喉的你呀、啊，像虎似的，大嘴巴子给我咳的，这腿给我踢的，干啥呀？该是啊，啥破招啊？拉倒，听我的吧。你啥招？绝招，三十七计。啥玩意儿？第三十七计。我就光听说有三十六计，没听过三十七计。三十七计没听说过呀？马毛见过没？见过呀。人毛呢？没有。见。我毛了！哎哎，你要在这儿你搞我呀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大姐，大姐，用打96144不？他给我打了，我撵他去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他打你受伤呢，我这管不了，你得上医院。哎，要打严重的呢，直接上96144是吧？你看看，你看。把单儿买一下呀，他把我的桌腿都弄坏了，串儿那盘子打碎一个。别废话了，这个咱可不要，手机还你，多少钱？咱算一下。多少钱？你说。80。可以。你说找我钱。你说你这二位何苦的呢？你大成子。怎么还在这烤串呢？啊！赶快走！啊！我这不就走呢吗？你看，走走。还得找我钱呢！我这顿饭吃的，挨顿打不说，还打20。
十。